一回家就有热炒热饭可以吃，这种日子真的是太幸福了。不过啊，我的人生经验跟我说，只要我生命中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那个馅饼肯定就是砖头，这不会是鸿门宴吧？今天做这顿饭呢，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成功点醒了我。对。成功不应该只是上位赚钱、喝酒、吃肉、泡妞，那我不成唐小刚了吗？在你的教导下，我的思想又上了一个新的境界。我想清楚了，在我未来的创业道路上，你是我最佳的合伙人。下面我跟你讲一下，我到底想要干什么，以及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。我呢，要不等一下再接？哎，等一下是先接吧，那有什么急事呢？是竹竿哎，不知道有什么事，我去接一下。你等等我啊，竹竿啊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好的好的，哪里谢谢，我明天一定准时到，谢谢你哦，再见，明天见。竹竿这个人就是事情很多哎，什么情况？翟之卫背叛我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你也这样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失败者联盟就地解散。可是我那个饭一口都还没吃到哎。我那饭是做给失败者吃的。哎，那你干嘛翻家皮包啊？你干嘛翻家皮包啊？没礼貌哎！你好，我是今天来应征总经理助理的安清欢，这是我的履历。哦，跟我过来吧。谢谢。冲杯咖啡端过去，总经理办公室在那儿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连清洁大妈都会冲咖啡，所以你最好也会。经理，你要的咖啡你试试看合不合口味。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咖啡豆煮的咖啡。是啊。跟平时的味道不一样。对，其实呢，同样的咖啡豆用不同的烹煮技术之下，喝起来会有不一样的味道。咖啡豆的选择、水温的控制、烹煮的火候还有咖啡饮用的时间，都能够影响咖啡的风味。贵公司的咖啡豆放的时间有点过长了，虽然喝起来口感不差，但是早就已经失去它原本的风味。更重要的是，
它很不健康，所以我建议您以后还是要买有清楚标示烘焙日期的咖啡豆会比较好。啊，还有最好在七天之内更换。也就是新来应聘的安清欢。应聘总经理助理。助理，对。可以吗？啊，转一圈是吗？啊，好。总经理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其实我有在大喜美食集团做助理的工作经验，我相信对我以后的工作会很有帮助的。你了解我们鱼跃公司吗？贵公司在业界非常有名，你们公司生产的鱼类罐头曾在欧洲拿下多项食品类大奖。虽然我之前的工作是做餐厅规划的，但是我的学习能力很强，适应力也很好，我相信我可以胜任的。走，跟我走。新来的今天就上岗，我们出去办点事儿，你也一起来吧，熟悉一下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想靠脸蛋上位，你还是算了，咱们等着瞧。这就是给我们渔业公司提供原料的渔业饲养基地。我们接到一份订单啊，是鲫鱼罐头，非常着急。但是发现这里边掺了很多鲤鱼，你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分离出来，不能耽误，耽误了职位就是别人的。为什么只有一套工作服啊？那他做什么？哦，他呀，他是负责来监督你工作的。这样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安清欢，加油啊！我一定要拿下这个职位。不就是几条鱼嘛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过他刚说什么？什么鲫鱼？鲫鱼长什么样子？鱼啊，你乖一点啊！干嘛去啊？我分完了。哦，没想到你还挺能干啊。那你再把地也拖一下吧。快点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
煲汤喝，让你内疚死。哼，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喂，喂，听得清楚吗？狄仁坚，你在哪儿？好点没？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喝点鸡汤。等一下喝。不喝。这人太过分了，啊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谁别拦着我，必须报警。报警？但是咱没证据啊。我看了这地儿也没个监控，到时候人家说那门是你自己撞上的，百口莫辩啊。但这事儿肯定不能就这么完了。你告诉我，那个欺负你的经理还有那小妖精在哪儿？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必须出这口恶气。这不信了我。远洋渔业，大渡路100号，风尚小区第一小店401号，左拐进去就是那个前台经理办公室，右手左边第一间洗手间隔壁就是那个经理室。你用不用这么具体啊？好点了吗？嗯。哎，咱们去医院，别再冻坏了。走走走走。哎，这样好像可以取暖。对了，当年小龙女和杨过好像就用过这样的方法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啊？哎，我毫无私心杂念的啊。你抱抱我吧。这不是抱着呢吗？手都没上来，算什么抱啊？敢下手，还说要是搞得要干架，那怎么一样呢？我对他们肯定不会手软的。你打过架吗，丁仁坚？我，挨打算吗？哼，我就知道。什么叫你就知道？你看不起我啊？我丁仁坚还必须打这一架了，我的华丽转身就靠这一架，我也是个狠角色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什么时候去打？我得查查黄历，选个好日子。笑什么呀？不是这么大的事儿，那肯定得选个好日子啊！啊，好点了吗？没有，好冷，冷死我了。你抱抱我嘛！哇，我好冷啊，我要冷死了！哎呀，抱抱抱抱！能抱抱我？手，好冷，我好冷。这不是耍流氓呢吗？会感冒的。哎呀呀呀呀！我真的一点心杂念都没有啊！好冷啊！
怎么还敢来啊？我都受了这么多苦才拿到的职位，我干嘛不敢来啊？不过呢，我那个当散打教练的男朋友让我给你转告一句话，最近不要穿高跟鞋了，跑起来快一点。哦，去泡咖啡了，要不要喝？我已经照你教我的跟他说了。哎，不过散打教练会不会太夸张了？行不行啊你？必须行，我丁仁坚不是没有脾气，即使打架这样的事情也要打得华丽。服务员，把这本书给我包起来。谁邀请你来的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，信件是匿名发到我的邮箱去的，让我们一定要来，还说一定不虚此行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这种地方一定会有免费的自助餐吃。特邀嘉宾为您带来的街舞表演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能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些帅气的男孩。欠债就应该还，做人要讲信用，不能不认账啊！你们大家说，对不对呀？对呀，对，就是还钱嘛！还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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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钱呀！哎，别管，私人恩怨。那就请翟之卫先生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怎么不能管？给大家一个说法。这一看就知道是董嘉欣在整他。他难得被整啊！哎，丁仁坚，这个人要不要这么不磊落啊？落井下石啊你！我是替他高兴，他这个人啊，平时都是装爷们儿，今天难得有机会真爷们儿一把，看着吧。咦，这也太乱了吧，收拾一下。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给他电脑怎么办？人家阿姨以前是有四个佣人的，她哪会自己收房子啊？坐吧。好。志伟他睡着了，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其实也没什么事情。没什么事，阿姨您别放在心上啊。你们都不告诉我，志伟不告诉我，志伟他爸爸也不告诉我，无论发生什么多大的事儿，都不肯告诉我。阿姨知道，你们是怕我担心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有时候越是不知道，我这心里啊越是担心。阿姨真没什么事儿，志伟就是遇到点小挫折，有点小迷茫。但是您放心，有我们陪着他呢，他一定能重新站起来的。对啊。谢谢，你们真是好孩子。对了，阿姨，您在家就吃外卖啊，这对身体多不好啊！啊，为什么不自己做？阿姨不会做饭。啊，那超市有那种半成品，就专门针对你们这种不会做饭的人，也挺方便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超市，怎么结账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以前家里买东西都是阿姨去的，我偶尔去几次超市，看见东西要的挑出来就回车上等着，所以超市这些流程啊、结账啊，我真的不是很清楚。没事没事，这都小事情嘛。对对对对。阿姨啊，既然我们来了，就帮您收拾一下吧。哦，不用。啊，对呀，我刚好听哪漏水，能帮那水管修一修吧？啊，对，刚刚那个马桶好像水出不太来，阿姨也帮你修一修吧，她很会修东西的，堪比水电工啊。对对对对，谢谢夸奖。不用了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明天我们家阿姨就来帮我收拾一下的。阿姨您现在还请佣人啊？不是的，是以前的家佣，她每个星期来帮我收拾一下，不要钱的。哦，那好那好。那要不我们先走啦，
改天再过来看你跟志伟。对对对。好的，那阿姨就不留你们了。好的。真的不好意思，今天那么乱。其实，原来我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做美容的，现在也就将就将就做一下面膜了。那，狄仁坚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不会真的要借钱给他吧？我研究了一晚上，他这个内幕消息真有可能是匹黑马。如果消息属实的话，那如果不属实呢？虽然翟之卫的人品有问题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我欣赏他的经商头脑和判断力，再加上有这么一内幕消息，我觉得这事儿可更。我觉得你们就是纯属赌博行为。汉高祖三年，汉军和赵军在井陉交战，汉军大将韩信利用赵军主帅陈馀轻敌之心，摆下了个兵家大忌之背水阵，并鼓吹本军将士奋勇杀敌，以求死里逃生，暗中另派2000轻骑趁隙夺取赵军军营，并插满汉军军旗。赵军想回营歇息之余，惊见本军军营插满汉旗，以为汉军已经俘获赵国国王及众将领，大势已去，于是军队大乱，纷纷落荒而逃，一哄而散。这算不算赌？但正是因为这次赌博，让韩信名留史册。我跟你说啊，历史上很多的大人物能够成就伟业，就是靠拼搏。你们女的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反正啦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要拿这笔钱就要回去找你前妻，丢人现眼的又是你不是我。